我叫阿兰，聪明又可爱的阿兰。Alan 是中国研发的服务机械人，他和其他机械人现在在国内二十几个城市做紧嘢。他的性别又是什么？这个我要去问我妈妈淘淘米，让你来猜一猜，猜对没有奖品的，哈哈。负责研发的工程师说，机械人的工作能力和一般人没什么分别，还有好处。器人相对来人，一个说是送就是贵宾厅，它会私密性比较好，它不会去有一些名人的信息会泄露。再一个就是它比较环保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在送点心的时候，人会打个喷嚏啊或者怎么样，这样很不卫生。机器人就完全不会有这种问题，而且就是没有情绪，它永远是很高兴的、很积极的、很阳光的。而呢一位小朋友就话好想带佢翻屋企，因为平时爹哋妈咪好似同我玩同埋倾偈。可以陪我做啲倾偈，同埋嗰个一齐玩。现场仲展出蛟龙号潜水器、潜龙二号潜水器、无人遥控潜水器。呢个展览展出咗五十项国家尖端科技项目，包括航天、交通、深海同埋创新创业等范畴，亦设香港专区展出本地科研项目。展期由而家到10月1号。 M 眼 News 记者何静怡报道。